因为我有在做灵异探险。哦，啊，我们有些时候如果没有灯光，我们撑伞的话，基本上有很容易会踩到骨灰。但是这个光一照，就哇，就一片光明，一片光明。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种变相的光明灯。那有用，那有用。加工。这个不要了。我们是建议不要摆在家里。对，那要摆在哪里？